又到了 shopping 的时间了，来到瑞士除了买纪念品之外呢，还有三部是要看看的。那到底有哪三部呢？就是有瑞士的朱古力、瑞士的名标和瑞士的军刀。由于瑞士的降水是非常之好，所以很多游客来到瑞士都一定会买一只名标，又或者买一把军刀送给自己带回香港的。趁今天的天气这么好，现在我们就上船去流心湖度游船河，跟我来吧。